内棺的棺盖也被缓缓地打开了。这个来自1000多年前的神秘契丹人，终于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。所有人都显得有些紧张。先把内棺的盖打开了，就看到里边的人了。但是呢，很多泥，人经过水嘛，还包着布，头部都包着布，也能看到一些黄的东西在闪，一点点一点点的露出来的。这个1000多年前死去的神秘的契丹人终于显露出来，但是墓主人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，情感不顺，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35。从头到脚的透视，我们看看里边，它只要有金属器都能反映出来吗？搜索从死者的头部开始，一些深深显现的阴影出现了，阴影围绕在死者的头部，但专家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在头部发现了一个黑色袋子，因为它是可能，因为它发现应该都是金属的，在头部一个十字形那个金属袋子。X 光机紧接着移向了死者的胸部，人们看到墓主人上身的骨头竟然完整的保存了下来。各个方面的骨骼呢都非常完整，都非常好，它的钙质呢都非常沉积的非常这个密实，这样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的话，它在当年的生活状态应该很好。它的颈椎、胸椎一直到它的腰椎呢，具体的形态呢都非常好，这样的话可以判定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。另外我们从他的骨盆，这个骨盆那个耻骨的角度来判断，他应该是一个女性。